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我们又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来使用时间暂停器。羽毛，羽毛，你的头绿绿的、啊，羽毛。闭嘴！谁到了吗？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这一款骇客入侵的跑酷地图。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一种有趣的跑酷类型的地图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。上一集是301个喜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多一个零，看看今天可不可以突破3001个喜欢。我们再玩更多更多有趣的跑酷类型的地图，玩给宝宝看。好，那上一集我们好像多了一个时间机器的样子，是取代掉什么啊？我有点金鱼脑哎。上一集好像也是有三个。想起来了，什么骇客机器哦，对，有一个是骇客机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这次多了一个高筒帽哎、欸，你的帽子应该要是绿色的，我知道为什么总不发。对对，这个高筒帽它的名字叫做 throw hat， 叫做丢出去的帽子。然后这、会是像马里奥那个样子吗？丢出去然后会攻击？太酷了吧！然后这个一样是慢慢的缓降的东西。那准备喽，对，喂，咕咕，我跑到你脑袋里了，又是我们。这次有实验机器耶、这个是别人的这个是我们的实验室吗？恭喜你，你拿到时间机器了，它的名字叫做小绿，这是羽毛耶，小绿。什么？不是。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，你需要回到法国的1795年，然后去那个地方阻止它改变历史。我们换装了，现在你需要一套新的服装，就我们换了一件新的衣服，然后还有新的道具。帽子这些东西是这样子来的啦。哎、好酷哦，这种过场。祝你好运啊、他走了，所以他有一点像是我们的秘密基地的探员。这个是第二部曲，第二部曲。哎、这个作者好棒啊！大部分喜欢这个系列吗 ？Time Attack 第二部曲 ，Hat Power 帽子的力量。第一集好像是、我有点忘记第一集什么。第一集是入侵吧，对不对？第一集好像是入侵，然后第二集是帽子的力量，帽子戏法。你知道什么是帽子戏法？之前。前一阵子足球热过完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帽子戏法。可以移动，可以移动，所以我要跳跃，跳跃。有看起来是像是在一个海湾的地方。哎熊，哎熊，市集耶。对，有点像是海湾市集的地方。羽毛，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啊！走开啊！学我。后面有好多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哦。为什么？这是1795年的法国，所以也许大家都长得很像，有没有？大家都戴高帽，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？因为我好累高，好累高！哦哟，羽毛，不要闹！不是我，不要闹了！跟住啊，师傅，跟住啊！因为是1795年的法国，所以我们要融入当下，所以就要穿的有点像是1795年的法国。你有去过法国吗？我没有哎、我没有去过法国，可是听说欧洲很就是治安没有很好，听说了，听说，就是你不要看他那边感觉很像很浪漫的样子，但听说治安不是特别优。好了、我们就这样子一路平安的走过来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真的好和平啊！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直接走过来的，对呀、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法国的海港的样子，这些箱子里面会有东西吧？应该是不会有啊，这种比较线性的地图的话，应该是比较不会把一些东西藏在那些地方，又不是台湾地图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跟你一样都是绿眼睛哎、他不是绿眼睛，你看，大家走开，不要，不要，别，这边有箭头啦，告诉我们说要往这个地方走。你看他们这样做生意多无聊、没有，他标错了，你看，屁啊，你就乱开。好了，往这边走，这是一张跑酷地图哦，所以我们就跟着路牌走就好了。Hold the slow falling cap to get slow falling， 它也是从头到尾就是在教我们怎么用，很好很好。它就是说你按着这个的话，你可以慢慢的掉下去，所以接下来应该不是跳路，是跳路灯哎，假的，还是先过去啊？是吗？我不懂哎，可是那里好像也有东西哎，应该是那边有个告示牌。这里也有东西啊，那边有个绿宝石砖，好像往这里走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往这里走，这里感觉比较 promising， 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。你在等我吗？我要走，你要走右边是不是？好，不准用那个帽帽了，用帽帽是违规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叫我往右边，应该是这里啊，这边还有路牌。你在哪？你怎么在下面的？你掉下去了！我的手接你了，来伸长，嘿，
嗨，走，声好慢哦。嗨，有点充血需要一点时间，对不起。充血需要一点时间哈。OK， 好，再往这里走。他说，use the hat icon to throw your hat。用你的帽帽的那个图示去丢出帽帽。You can use your hat as a block。你可以把你的帽子当成一个方块。什么意思 ？Q。他等一下 ，use 哦右键啦、啊、右键不是 Q 出去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丢出去，然后稍微高一点点好了，这样好像有点低耶、欸。回来，它有时效性哦。OK， 那、欸、如果我失败的话，你可以再丢一次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应该是这样。Cool！ 哇，好猛啊！抽中马里奥的帽子、欸，太低了，这样会掉下去，我不会拉你的哦。也要丢高一点，可以再高一点，哦、可以再高一点，稍微高一点。你平平好像还是会有点下坠，所以你可以有点仰角。有，你可以拿着你的那个啦。咦、欸，好酷哦！好帅哦！好酷哦！好酷的道具哦！真的。哎、欸，过来，快一点哦！那边拖拖拉拉。小心一点。不用小心了，拿着你的那个缓降帽，应该就可以慢慢的跑过去了。好、哦，所以是走这里才对。哦，幸好刚才滑下去。那这个时间机器是干嘛的啊？他没讲哎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继续沿着这个，不是忍者，哎呦，当年佐助也是在上面这样子跳的，是吗？哎一下，哎，我们潜入进去了、欸，不知道是谁家，我进去喽，好，进来了，嘘 ，OK， 小心被他们连接，你的脚步声很大声嘞、欸，脚步声啊，等一下，哦对，是我的脚步声很大声的，这应该要，哎、欸，你好聪明哦。应该是要往高处爬，对，我都忘记我们是刺客，不是刺客，我是海客，我完全搞错职业，完全搞错职业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只有顶头哎、欸，唔好，其实根本就不用踩那个，往这边搞钢，往这里走、跳到隔壁屋，我终于拿出道具 ，OK， 哦呦呦，哎呦，差点要喊出我的傻瓦鲁斗了，傻瓦鲁斗吗？那个很消耗体力的，应该是要飞过去吧，做得到吗？应该做得到吧？可以吗？来喽！我跳下去，直接传送回来。你掉下去的话会传送回去。来喽、不行！哇、帽子啦，帽子！你都忘了真的有帽子了。啊、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应该是要先丢帽子，平行下去，切成这个跳过来，然后再跳一次。哦、有了！好极限哦！好极限哦！太可以啦！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对了，我忘记了这个东西。可恶，又是一个丢不掉的裤子。可恶，裤子生产器。不，算了，超多裤子。哎，啊，好恶心哦。问此物为何此物？欧妈妈，负能量。快点过来啦，掉下去会吸到一大堆裤子哦。哦，有了。然后再来，应该是这里。呼，再来是这里。呼，再来是这里。呼。这个房子怎么这么难跳啊？真的，这让我想，这还是让我想到刺客教条哎、欸，刺客教条是不是有发生在法国过啊？好像有哎、欸，是吗？他们到处跑，应该是有曾经发生在法国过吧？这一栋比较简单一点啊，就跳过来，可以、哦。我怎么做到的？好简单哦，过去哦，啊，好简单哦。好了，来过来，然后再来往这里跳，不行，拿着这个，觉得感受到植入。真正的忍者是不用拿这个的，我的职业又换了。会笑，宁家，帽子宁家，哎、欸，这个就一定要拿了。嘿，哦、好难，这个 S 型拐过去就一定要拿，不然没有办法过来。可是，一般可以的话，我就不拿了。有、欸、到嘞、欸，啊，这样才绕过来啦。这边走个老半天，哦、不能过来，不行啊。OK， 那我好像直接跳这个可以哈。可以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要常用那个帽子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太好用了。对，它可以当一个方块、欸。你觉得太远的话，你那个声音是？莫非是？嗯啊！莫非我需要用到？嗯？为什么？我除了有萨瓦鲁斗之外，我还有 Speedball Animate。不用啦，拿那么夸、啊、好快哦！我以为这么夸张哈。啊，绿色好像是存档点。啊、嗯，简简单单，宁甲。考验我宁甲，嘿，哇，这好远，这不行，这太远了，这一定要缓降帽。为什么？你是从头到尾都拿着缓降帽吗？这样不优哦。啊、哎呦，我需要我的帽子。哎呦，他
太低。回来，帽子好像没有这么好用，因为你要抬头先看我。嗯，不好用，不好用，还是用这个比较好用。这个就一定要帽子了。来，平行，有点不足，有点不足，可以。呼呼呼，羽毛菇过来吧，太低太低太低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不行不行。啊，好远啊，哈柔，怎么那么远？哈柔，我继续往前了。好，可以啦，这个可以了啦。是吗？可以了啦，快跳！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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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不行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未来的终点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剧情剧情哦，我们要跳，对。好 ，OK OK， 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！突然跑到剧情里面，真的。Die。倒还比较顺的、欸，哎呦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打个招呼，嗨、哦。所以法国人真的在1795年都是戴这种帽子，他开始狂奔嘞、欸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个大羊头，不用。为什么路上会有陷阱啊？法国人在干嘛？有个洞。法国。哎呦，现在是在学下雨后的台湾是不是？哈，哎呦，到处坑坑巴巴。对啊，哎呦，短。而且还有岛数哎，台风天啦，台风天啦，没有没有台湾多，台湾5000多个，哇，这个数一数也是4个而已，还好啦，好吧，好不好？还好啊，至少不是骑机车。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有有，跑到你的身体里面走开啊，恶心！哎呦，到羊宅了哎，接下来往哪里走啊？感觉左一个门右一个门，我左撇子，我往左走，你该不会也是左撇子吧？我是右撇子，那你出去出去，右撇子出去来。往另外一栋走，我去右边。好啊，去右边，好像是通的，出来了啦。好像哎嗨嗨，往哪里走啊？看起来像是这里耶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啊，也许是他家富豪人家，有没有可能？他家也太空了吧？哦、嗯欸，这个有个距离在哎。对啊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也可以。比较方便，有个距离在，还是有一个距离在，所以嗯，好难哦。你不能够太近，也不能够太远，就是要刚好，它不能够停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嗯，如果我要过去的话，呀，不简单呢，不简单呢。会，它可以在游戏里面产生一个帽子，我觉得产生一个可以站立的方块，我觉得很强。嗯，真的很猛。哦，所以应该不是走那里啊，走这里就可以了。会卡酷哈进进来了啦！会有会进来进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就盖一个房子？我来拉你，我来拉你，我都还没讲。好快、啊！为什么他就盖一个房子，然后里面放稻草跟西瓜？他的用意是盖一个房子当仓库。嗯，不了解这种法国人的心态哦。地都很多啊。你说法国人吗？也许是郊区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戴的这种长筒帽，感觉就是贵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哇，那哎、欸，这个帽子要怎么丢啊？这个帽子要怎么丢啊？还是有办法？哦、oh. ，OK， 这也是一种方式啦。这也是一种方式啦。好，哎、欸，太晚跳， oh. 太晚跳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给阿西大哥，太低了吧？平行，平行，平行，它平行都会偏低了，就一定要平行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了，快跳，快跳，快、哦，有有有，下去，下去。信仰之跳，差一点，差一点不行。哎呦，这么保险，这么保险，危险危险！图书馆，你觉得我们这次要偷什么东西啊？偷什么东西？这次总部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偷东西、欸，对啊，哦，改他阻止那个人改变历史啊？对啊，我都忘记剧情。所以他应该是要可以，很极限的那种。我为什么不用帽子？应该用帽子的。哎、欸，我掉下来之后。他是真的要掉下来啦，他是要从四级旁边这个地方爬上去的样子，找个老半天，这里这里这里，然后这干好奇怪哦，啊就法国人嘛，你又不是法国人，你怎么讲人家很奇怪？人家法国人来台湾有人讲台湾人很奇怪啊，对不起，因为同理心啊，对不起我错了，是种族歧视吗？我第一次听到歧视法国人的、欸，拿回来，哎、欸、咻，感觉像是这样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太远了，他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所以我刚刚那个距离太远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可以吗？哎呦，屁啦 ，easy， 真的假的、啊欸？你这种特殊跑酷很强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没有，跑酷都很强啊，是吗？有这回事？哦，来了啦！哇哟哇哟，很凶很凶！很凶欸、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用到时间机器、欸，这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不知道拿来干嘛用的。哎呦，你怎么把我推下去？我也掉下去了，我飘过来了啦！审查我的手，
票下来应该可以啊，直接用走的啦，直接用走的啦，这该不会也是要进剧情吧？没有哎、欸，还这次叫我们自己走哎、欸，真的好奇怪哦。好啊，自己走自己走。嘿嘿，羽毛走错路了，要往回走。好，然后他又说要 往右上啦。啊，往右上啊，那到底是谁改路标的嘞？而且好累哦，我希望变成那个模式，他可以帮我操控。欸、真的是到这个阳宅哎，我们到了啦，我们要阻止他，他是谁？阻止他，那个他，嘘、哦，里面好多人，嘘，这感觉像是有人在开派对，有看见吗？两个人开派对，不是两个人，你看里面很多人啊，那里、哦，我看到，只看到两个左边两个人、哦，你那边两个是不是？好，嘘，Hello， 我也是上面人士，不是不是，你要装一下，嘘，我们嘘的意思是说要隐藏我们自己是刺客的身份，不是刺客，骇客的身份，嘘。Hello， 那个跳舞吗？敬礼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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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啦，超奇怪，他们都不会动哎、欸，往这个方向，往这个方向，这个是那种很大的很大的阳宅，可是里面的配色是觉得有点啊，感觉像是在庆功宴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应该是那个缎带之类的，然后就这样子走进去，这个是主人的客房吧？哦、主人的书房，哦，他的。这书房的格局很棒哎、欸，就是、是有那么一点奇妙的。就是请问一下，主人要怎么过去啊？对不对？好辛苦哦。对啊，他要这样子跑过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到他的卧房了。他不是这样子过来了，不同房间了，上锁了。啊，欸、有空间感，这是他的卧房。啊，快点，快到了，我们要刺杀，我们真的是刺客啦。怎么变刺杀了？我最后就可能是刺客啊之类的，过来的话，所以我们要飘过去，飘过啊、哦、不，要这样来，好来，哦，还没有看见他人影，但是我看见存档点，他帮我们设的，哦哟，往这个地方走，到了，哦，这应该是别的房间了，这里飘过得过去吗？试试看喽，不行，呜、哦，还是丢个帽子好了，丢个帽子比较窝心一点。窝心，飞过跳超过，跳超过，来丢帽，哎呦，来滚啦，滚哦，太低了，这样可以啦 ，OK， 好，行，外面好黑 ，OK， 继续往前走，讲什么废话啊，神，这个地方还是要再丢个帽子，来丢个帽子，跳，哦，简单多了，这个帽子不知道是让这个游戏变更简单还是变更难嘞、欸，应该算是帽子坏掉了，哦，你的帽子坏掉了。帽子不理我，帽子不理你。哎、欸，有了、啊，太低了吧？欸、太低了啊！啊哦、欸，不会啦，可以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够玩的啦！哎呀，快点，嘘。那个是不是要请那个佣人报修一下？这没问题吗？这没问题吗、啊？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之前还缺什么道具了啦？磁铁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磁铁啦，两个金鱼脑，失忆哎，对吧？再来是往这里走，对不对？嘿咻。还没有看见他，这是一楼了啦，我们到一楼了，到一楼干嘛？说啊，他也许主人在一楼的房间里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有可能哦。前面世界地图，哦、不是世界地图啊，这个小岛的地图我以为是什么世界大反派之类的。那法国长这个样子是不是？就一座岛，很合理、哦、可能是法国旁边的小岛，某座小岛。某座很有钱的人买下来的小岛，然后旁边是我们一开始的港口，然后我们可能坐着这艘船这样子到这里，然后一路走过来，经过了市集，跳过来，我们现在人在这个地方。啊、哦，绿绿的，对，很明显就是，好像要跳过去，跳过那一道不可跳跃的墙，跳，太低，跳，应该用帽子可以啊，平行。可以啦，丢帽子可以，好，应该是，可是要稍微低一点，然后来不及，对，那个抓刚刚好，稍微低一点点，切换，跳过来可以，过来了，然后再往这个前方跳，哦，为什么？他们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呢、欸？是什么意思？前面有个。那是地下室吗？还是它发生什么实验性的爆炸？然后，太可怕了吧！哈，外面那么多人， okay, 应该
就是他要就是鱼目混珠，太低了太低了，可以吗？不行了，手顶上拉你，他可能要鱼目混珠，然后就是把大家就是召唤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感觉好像是在派对，然后声音很吵闹来掩盖他做的事情。哇哦， oh, 好辛苦哦。哦、oh, ，我要下去喽，拜。好，拜拜。好酷，好酷。我、哦、下面好动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用吃个教条、欸，哎，还得稻草，稻草堆，哦，信仰之药，我居然没有直接跳下，哎、欸，是我们哎、欸，镜、欸、子，镜子、欸，哎、欸、嗨嗨，没有我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好像是读取前面那个家伙，好酷哦，好猛哦，怎么弄的、啊？怎么弄的？嗨嗨嗨，好酷哦。其实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我们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呢、啊，你不要再跟我讲话。你不要一直在跟我讲话了，羽毛。奇怪了，不是我们两个是同一个人。你不要觉得奇怪，我知道这个很颠覆性，但你知道我们从头到尾一直以来都是摆两台电脑，然后我一直在操控吗？什么？原来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我完全不知道。你现在才发现吗？另外第三个人格告诉我说不要告诉你，他说告诉你的话你会精神崩溃。你还好吗？太久了，走了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这个位置，我这个位置，丢木头，高很多高很多，高超级多。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，嗨，你是我的帽子，你不要一直偷我帽子好不好？羽毛，有点难丢，不要偷我的帽子。去啦，高一点高一点，高一点，羽毛，好，再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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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过不去，手拉力，那边，哇，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爬上来了，好难哦。姐妹看起来简单多了啦，看起来应该，maybe， 哇，可以，好、啊，这一定要那个，哦、呦这会有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不知道你丢的那个方块到底是不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啊、这个问题很大哎、欸。OK， 羽毛、哦、，OK， 可以。哦，这下丢那个，哎、哦、呦，可以吗？有点太低，有点太低，啊、想清楚，想清楚，在对面呢。嗯，好像快到了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，高很多。OK， 我觉得这个可以，就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。好，来，跳跳跳跳跳跳，快快快快快！为什么？等我一下，羽毛。我们只要一个人过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靠你了。好，可以。你等我一下，在上面看着我的英姿。好，来喽。屁股上来了。耶！啊！ OK， 上来了。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梯子。嗯，看起来跟刚刚那个比起来简单多了。为什么我在后面啊？哦，对啊 ，comfortable， 好想用我的技能哦。说好的扎瓦鲁多嘞？对啊，哦，更深哎，信仰之跳，刚刚没有跳，这次有得跳，怎么了？对 ，two one， 啊 ，UFG， 好痛，上面有写字哎，上面写 hand， look into the mirror。哦，现在你可以用吗？纳尼？纳尼？纳尼？是这个吧？嘿，哎，快点啊，我没有镜子可以看的啦。难啊！纳尼？啊 ！OK， 这边还有，哎，这是一个小关卡，可以，可以跳不过去。你当然跳不过去啊。它是对称的、哦，你不要偷走我的影子，人格还给我！来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！人格还给我！等一下，我跳回来了啦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用帽帽是，这个用帽帽可以啊！等一下，你走开，你不要偷我人格！我可以用帽帽直接过来啦、欸！太难了，可以用帽帽直接过来，不会难呐、啊！再来一次跳，哎一下，已经超越我的理解了。再来，那边有一个树木，所以如果我丢这里的话，不要偷着我的帽帽。等一下，欸、好，可以了，丢哎、欸，我可以两个一起丢吗？啊，可以，不早讲了。哎呦，我过来了，穿过去。你呢？你过来了吗？我在后面掩护你。好，保护好我，我继续看这里是什么状况。好，好像是这好透明哦，这是什么啊？透明跑酷哦！啊，我这样怎么办？我终于过来了。欢迎回来，短、欸、哎呀，哦、过来哦，不是在上面了吗？对，我在上面。接下来难了吧？这里短，可以，短，我过来了，羽毛，太难了吧？过来啊！你才在第二关啊！
第二关超难欸。来了，该是发动技能的时候了，宝宝们，知道我喊什么吗？跟我一起喊 Speedball Animate！ 嘿呀！不管了，等这么久哟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过来了。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有附魔哎、欸，应该是要往上爬。看到东西了啦，烦呢、欸。有东西哦。哦，你说哦，看得到东西，对、啊，有实体，真的。对啊，终于看到实体了。哦，前面先来一个顶头跳，然后再来一个透明跳，这是怎样？真的太难了吧？超难的。呵，笑。这算是给我们一点甜头了吧？简单多了，嗯，舒服，简单多了。跑酷就应该这样子哦。哎小，哎嘘，我逃的样子。哎呦，我进剧情了啦，不能够动，不能够动。来这边，你猜会不会有一个 Stop Criminal？ 会吗？还有合音。对对对，还有合音。又出现了，哎呦，是他，是他，他是谁？他，好安静。你来得太晚了，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。你看，哦、什么？那你 ？No！、哦、我也会哦，他也有时间机器。什么？他也有时间机器啦！哦，他已经改变了。哇！晚一步。所以我们的敌人也是有时间机器的家伙。哦哦哦！这个到底要干嘛用的啦？这个系列好棒哦！对啊，这个时间机器，象征性重要道具有没有？对，啥我的天！奇怪。Alright， 今天这集阿们小宠的干到这喽，希望宝宝会喜欢这个骇客系列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能加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3001个喜欢。等出新的剧作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最快最快的速度玩给宝宝看。那么我们下期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Bye bye